这是东风风城的易炫了，没错，今天在这儿呢，这台车就是参加 CTCC 中国房车锦标赛的赛车来的。这是黄福金的车，这是东风风城的底盘工程师，而这边这台呢就是我的车了，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台车到底是怎么样。那藏在里面这台发动机呢，就满足今年赛规的一个 1.5T 的发动机。我们经常说国产车做 1.5T 的发动机现在是做成精了，对吧？这个呢是东风风城自己的一台发动机，也是 1.5T 的排量，这个叫马赫动力。那这台发动机呢，把它的原装的电脑都拆掉了，用上了这个比赛官方指定的博士电脑，坐下来大概有多少匹马力呢？这里面是200匹马力左右，但这里面有一个更贵的东西在这了哈，发动机在这，变速箱呢就变成了一个序列式的变速箱，这玩意一点都不便宜。来，大家猜一猜这个变速箱得多少钱？我们看看，把轮胎一拆下来，你就发现整个刹车系统、避震系统都做了完全的赛车化的变化。这个呢就是赛车里面专门会用到的一套赛车用的刹车卡钳了。那这里面的这个碟呢，你看到也做了一些划线的处理，整一条避震这些都是全新的一套。这里面还做了一条导风管，导风管是为了做什么用的呢？大家知道吗？原谅一下，赛车的内饰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个呢是一层的铝皮来做的，所有的这些扶手啊、电窗啊全部给你拆掉了。这里面呢开门也就是一根这样的塑料拉锁而已。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呢？因为这台车里要做到极致的减重，内饰全拆掉了，空调肯定也是没有的，大大的液晶屏都没有了。然后我的坐姿呢，本来是坐在前面的，你看现在都把它往后抬了。现在我所面对的就一个方向盘，这个方向盘呢还是特别简陋的，简陋到什么程度呢？看看这方向盘哈。方向盘拔下来了，你要吗？送给你了，拿回家去吧。那除了这个方向盘以外呢，那我们这台车里最贵的就是这个了。这个换挡杆呢是一个序列式的换挡杆，它配合的呢是我们的左脚踩刹车右脚踩油门的一个开法。这种的开法我相信很多网友是会觉得很崩溃的，为什么要左脚刹车呢？因为在比赛的时候，你的左脚来控制你的刹车，而右脚来控制油门的时候各司其职，它可以做得更加精准一些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要去减档就直接往下棒一档就可以推起来，或者你要加档顶着油门不要松油门，一档拉起来，一档拉起来，整个都可以把档位加起来。所以这个变速箱刚才问大家多少钱，这个变速箱包工包料包安装将近20万。然后再往下呢，我们看到这一边哈，这些呢就是一个我们的电子的一些装置在里面，这个是我们来调刹车的。一般来说呢，我们会把刹车制动力尽可能的往前推，推到63%左右的前轮占主要的。那这边呢还有一些是调我们的这些制动力分配的等等，这些都是一个小东西了。反正这台车最大一个特点就是真热，尤其我现在穿着这个赛车服的时候啊，不行了，真的不行。我们现在加的这个油是多少标号的？赛油，对对对，102号的油。这个呢，赛车用的油，因为它要满足这种极致的压榨动力，所以呢，它会把油的标号做得特别高。一般来说是100几号的油啊，102的油是比较常见的，而且这个油不一样，它是蓝色的。经常看到改装车有一个这样的大尾翼，那些都是装着玩的，但是在赛车里面，这个大尾翼可以给我们一些额外的下压力，所以你的尾巴摆还是不摆，其实也要通过这个尾翼来做一些调整的。这个东西在尾部就像被一个手按住了一样，开起来的时候呢，在一些弯道，我们可以用200的速度把速度拉起来，但这个时候呢，也不会有太多的晃动。像过一些高速弯的时候，这个速度也是100多了，这个东西的作用还是挺重要的。接下来带大家去看看轮胎，这个轮胎有讲究的。CTCC 用的这个轮胎品牌是米其林，你别看这种的轮胎哦，一套这样的胎也是10000的卖的。10000的胎可以用多久呢？像这种冲刺赛的轮胎，一般来说排位赛的话，半个小时之内这套胎的性能就基本到头了。那如果是下雨的话呢，我们就会用这样的胎，就叫雨胎。它会稍微好一点是什么呢？它会有一些排水，把这些水都排出去。所以有网友问了啊，你这个好歹像条轮胎，这样这么光滑的轮胎，它到底怎么样具有抓地力呢？它不打滑吗？没错，这种的轮胎就是因为牺牲掉表层的这个叫热熔胎，一旦高温起来以后，它表面就开始像胶一样，然后粘在那个赛道上，所以这个呢抓地力还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抓地力了，10000一套。所以要跑出好成绩，你就得花钱买胎嘛。经常怎么说来着，赛车最重要的是天赋，如果你不花钱买轮胎的话，那你可能连发现天赋的机会都没有。你看那边有多少轮胎，这都是这一站比赛要花掉的，这就42个胎了，基本上这一站比赛100条胎得用掉了吧。100条胎的话20-30万呢，妈呀，这一个周末我们4条胎用轮胎就20-30万了。好好干，这一站比赛看我的。